七月二十号下午，杨幂在微博晒出一张非主流自拍照，并写道：“你们都没想到我今天会发非主流自拍吧？哈哈哈哈！我就是要你们措手不及，真终极结印自拍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”照片中杨幂大眼小脸，还有漫画中人物的发型，简直就是少女般呐！网友纷纷留言调侃：“非主流网瘾少妇，非主流的话，你这个长相可以是贵族，你其实才三岁吧？杀马特，你们的皇帝回来了。”